又上腿疼，我现在正在看那个，看到好多农民呢，跳在那个担子啊，跳在那个两个筐啊，筐里是脏泥呀，他们在干什么呢？农民最简单的就是挖河道啊，挖河道或者是，像建梯田啊，一帮子人想要搞现代化，你说，他们的建设就是两个箩筐一个扁担，让这样建设的人去搞现代化，你说怎么可能吧？你说怎么可能吧？这个就同刚才那个一点认知都没有，要造 UFO，要造非典，不是一回事吧？所以说，他们那个异想天开啊，真的是异想天开啊。联系他把好消息告诉我的，这个人简直也是异想天开。看我，可以说这个人呢，联系我的这个人呢，我那个灵牌怎么样，同人家身心灵的什么之类的，他都分不清这里的区别在哪里边，有什么不同在哪里边，所以。也难怪啊，所以他这个人的认知有问题，他分不清，这里的区别的啊，所以说很兴奋的告诉我，中国要在5年之内要把非典造起来啊，原来这么回事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